有这个美女在就好了。波涛汹涌炸裂，汪小菲眼里只有未婚妻曹申晴。可不可以你把我宠坏，坏到我谁都不爱。那 Mandy 有啥？他没有，为什么看？没有的，已经怀孕了，快吗？等一下我们的啦啦队也会好好的帮汪小菲先生加油一下。听说有个炸裂的桥段， 我是听他们有好像在练习什么，不知道是真的 会不会真的把它炸了。对那样子会害羞，有点。有被这么多漂亮美女包围过吗？只要有这个美女在就好了。这个Mandy 这样会不会吃醋？不会不会不会。你现在要上哪玩？等一下要回家，小梅的妈妈做了很多菜。啊，做菜？对对对，我妈煮饭。对，是。那小飞哥是不是计划要在台湾开麻六鸡？有机会，有机会再说吧。有机会再说啊。对啊，现在先把饭店弄好。哦，对。那有没有计划再生一个小宝宝？随缘，随缘。那小梅的厨艺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啊。哦，我们有时候在北京都会在家做饭。对。小梅，你拿手菜是什么？各种。各种拿手都能做，各种哦，这也比较纯。哎，但我觉得在家里能做台菜是挺厉害的一件事，是。嗯，像他跟他妈在家里都做台菜，什么麻油什么那个麻油鸡，装一个麻油鸡啊，哦，还有什么炒那个蚵仔煎啊，嗯，都蛮厉害的，我觉得。啊，那没有预计婚礼要办在什么时候吗？低调低调，好低调。好好。拜拜，谢谢啊，陈总。麻六鸡创办人受邀，是啊是啊，那之后他的店也会在台湾开，然后韩国开，新加坡开，那大家喜欢吃辣都可以去捧场。麻六鸡离是有投资吗？没有啦，他们不缺的是资金，我们会给他在台湾最大的一些人际关系的帮助，那资金他是完全没有缺乏的。今天离是好像也是爱上台湾，是吧？没有没有，好了。